回到新闻现场，我们一起来关注全国瞩目的咸奶粉杀婴案。这个案子震惊了台湾社会，而凶手不是别人，正是死亡女婴香香的自家人，她的伯母邹雅婷。在下午呢，被检方紧急提讯，因为上午呢，律师经报说邹雅婷呢，她自认罹患胃癌，而她的丈夫、她的婆婆都相信她应该没有犯罪，怀疑她可能是希望帮家人扛罪呢，才会出来顶罪。但是呢，邹雅婷她自己坚称是她一个人独自犯案。他说他不知道这样会害死孩子，早知如此呢，这个顶罪呢，他说他愿意代替香香死，他也透过律师跟香香的母亲致上最大的歉意，希望他能够原谅他，他说他愿意用下辈子替他做任何事情。穿着球服低着头走上囚车，香香的伯母邹雅婷被检察官紧急提讯，就是要厘清他有没有得癌症来顶罪。一直认为他自己就是胃癌，所以在23号胃切片以后，他一直有寻死的念头。那我们想了解一下，他认罪的原因是真的他做，还是有其他的原因？看看邹雅婷半年前后的相片，之前脸是圆的，身形壮硕，而这礼拜被羁押时脸颊凹陷，身材瘦小。因为她半年来暴瘦了10几公斤，加上家族有胃癌病史，让邹雅婷以为自己也得了绝症。23号跑去马街医院做切片，关键的报告27号出炉。邹雅婷本来下班要去拿，没想到却在同一天被检方约谈收押。她先生跟婆婆一直不相信是她放的，是他们认为说是不是她为了要解决家里的问题，所以才会在检察官询问的时候认罪。事发至今，家人还不认为邹雅婷是凶手，难道有其他人吗？不过事后报告出炉，邹雅婷只是胃肿瘤，不是癌症。不过她坚持盐巴是她一个人加的。那你自己也身为人母，你怎么可以把这样的事情做在一个小孩子身上？所以她崩溃了。她觉得，她说如果她知道放盐巴小孩子会死的话，她宁愿替他去死。这次提讯就是要确认邹雅婷的身体状况，律师申请保外就医，检察官没有准许，只花了5分钟开庭就结束。律师一度质疑检方太早排除奶粉厂商，整件事要查个水落石出，恐怕还要花不少时间。记者侯正伦、刘世伟、高华祥、温思涵台北报道。